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小燕。血长蓝，热情艳丽，造型独特。那么我们要用怎样养护血长蓝，开出更多的花苞，开更多的花朵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用到它了，它就是鸡蛋。咱们先说一下鸡蛋壳，先把鸡蛋壳洗干净，放在太阳晒上一周左右，将鸡蛋壳碾碎，再放锅中炒一下，等到蛋黄微微发黄，再加入不含盐的白醋，促进鸡蛋壳的鳞角元素分解，把鸡蛋壳直接铺到盆土表面，或者以土壤混合都可以很好发挥肥力。接着说一下蛋清，将蛋清蛋黄分离后，把加入100倍清水的蛋清装到塑料瓶中发酵40天，发酵完成后就是很棒的有机肥了。在使用的时候还需要稀释50倍，每15天使用一次，就能让血长蓝开花不断。这些简单的方法在家就能做，不用买任何花肥了。经过土壤分解发酵，为植株提供养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